节前，作为所城新篇章的文化长卷与艺术长廊，近300米长的所城里西城墙正式对外开放，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打卡。修旧如旧的老城墙，用3万多块古城砖尽量还原了历史的印记。立于城楼上，一边是所城12条古街巷，一边是繁华的南大街，历史与现代在此交汇。再看到它这个图哈，整个所城的原址，就感觉很壮观，就是找到了那种所城里那种很想看到它修缮以后的那种感觉，特别好。节日的余温还未散去，这里就要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明天，2021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将在烟台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参会嘉宾可以自行到所城里进行观摩。畅游仙境海岸，乐享好客山东。大会围绕以海洋旅游和文旅大项目建设为突破口，推动全省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咱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咱们明天2021山东旅发大会的开幕式的这个主会场和主舞台，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咱烟台的城市会客厅的滨海广场。我们还精心的彩排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大概分了有5个篇章，就紧紧的围绕着我们烟台的所打造的这种5个颜色，古、蓝、绿、红和紫。这5个颜色达到了5个篇章的一个很精彩的文艺演出，也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的拭目以待，期待着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同时呢，也能把我们整个山东、整个烟台的这种好客山东和鲜美烟台能够推得更远，能够叫得更响。省旅发大会在烟台举办，不仅是对烟台城市形象的全面展示，也是对仙境海岸、鲜美烟台品牌形象的完美诠释。大会能在烟台召开绝非偶然。近年来，烟台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文化旅游强省的战略部署，将文化旅游产业确定为烟台市新旧动能转换8大产业之一，大力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2020年12月，烟台市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为了配合这次大会，烟台各景区也早就启动了改造工程。今年8月，烟台旅游大世界景区提升改造项目竣工，精心设计了网红打卡点与休闲广场，提升旅游接待品质，成为烟台海滨一个全新又独特的地标。同时，9月份，烟台10家景区已经免费开放，预约人数也在不断增长，这也让疫情以来持续低迷的旅行社有了发展新业务的机会。像那个谋石庄园加蓬莱阁的话，这条线路我们只收50块钱的那个费用，具体呢就是包括往返的车费、服务费，加上那个保险的费用。周六周天我们输送官网谋石庄园加蓬莱阁输送客游客的话，就有500多人。中秋节的话，针对目前的情况，应该有600多人。目前来看，收客率还是不错的。开发市场要有硬功夫，争取游客得有新招数。很多景区正在通过故事为旅游项目赋能。近日，蓬莱海洋极地世界水下剧场里排练了充满着神话色彩的舞蹈《嫦娥奔月》。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工作人员身着艳丽的服饰，在水中翩翩起舞。优美的演绎，真挚的感情，让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第一次在这个水中看还是很震撼的，然后前两天孩子在幼儿园表演这个节目也是这个，他演的也是嫦娥，然后孩子看到这个很兴奋很开心。是在以往的基础上更加完善了表演的内容和故事情节，在这个服装和道具上又增加了许多比较大气的，能体现到这个嫦娥当年在艰难困苦中奔月的情景。从旅游业从业者的经历来看，疫情让旅游业有了结构性改变。出游安全得到消费者重视的同时，短途及周边自驾游成为行业复苏的先行者。为了推动文旅行业复苏，烟台还创新推出夜游、海岛游等新产品，以此拓宽消费空间。这次的旅发大会文旅体验环节，参会嘉宾也将体验夜游知府湾、夜游蓬莱水城等特色活动，以城中看海、海中观城的不同视角，充分感受烟台滨海城市的夜间魅力。
比如说我们的海岛游，可能就不是单纯的给客人定义一个几日游的问题，而是一个某个类型，你是来康养游的，你是来蜜月游的，你是来休闲游的，你是来亲子游的，那你到底要玩几天你说了算，我只是告诉你可以提供哪些方面。比如你康养，你可以到沙滩上去沙滩浴，你可以去洗海澡，你可以到我们的这只黑松林里去做森林养蛙。这种旅游发展大会还没有召开，烟台文旅产业就已经丰富起来了，足以见得旅游发挥的带动效应。而烟台也做好迎接这次大会的准备了，从朝阳街索城里重建，再到知府湾战略升级，最近几年烟台文旅项目开始逐渐崛起。对于我们一个城市办会来说，更直接的切身的体验就我们周边的环境越来越好的，旅游的这种元素和味道越来越浓了。他还再走出街门，可能会发现我们的路灯杆上多了很多的和旅发大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道旗和宣传标语，可能会觉得旅游离自己越来越近了。那么这次旅游发展大会是否能激起烟台文旅潜质？烟台市制定文旅产业三年行动方案，加快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知福仙境、海上世界等60个建设项目列入2021省旅发大会重点项目清单，老城区的文旅潜力也因此被一点点挖掘出来，景点布局和城市建设间变得更加紧密。你比如说从这个烟台山到朝阳街，再到我们索城里，再到对面塔山上，咱们这个三合塔，它形成了一条南北向的一个轴线。那么东西向呢，东边又有这个东炮台，西边又有西炮台，是吧？东西向，然后跟这个索城里，索城里正好是在中央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形成了一个这个十字轴线的关系。此外，为把握消费新趋势，烟台创新上线山东省首个市级公共文旅服务平台烟台文旅云，开辟文化和旅游线上线下消费相呼应的双阵地模式。依托烟台文旅云，开发建设了大会智能会议服务系统，能够实现智慧入住、智能服务、数字畅享三大类十余项功能，打造烟台的旅游城市品牌形象，加快走出外围。本次旅游发展大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